按照往例，奥克兰动物园在圣诞新年佳节期间都会举办 Glowfury at the Auckland Zoo 夜间灯会，将园区点缀得缤纷亮丽。今年的主题乐园灯饰包括海洋主题的 Blue Planet、 野生动物区的 Wild Kingdom 以及恐龙区 Land of the Lost。 除了欣赏园区灯饰之外，大家也可以在 Auckland 山丘上俯瞰整个湾区圣诞装饰灯火通明的夜景。由于12月份的门票都已经卖完，灯会将开放到明年1月30号。若是想去一睹风采的朋友们，请尽快上网 oaklandzoo.org/programs-and-events/glowfury 订票。生命和妈妈成长班将于12月20号星期一下午3点到3点45分举办如何选择适合自家宝贝的幼儿学校 preschool 线上讲座，邀请有多年幼儿启蒙教学经验生命教育教师 Elda 老师来分享何时该帮幼儿开始找学校，哪一种教育方式适合自己的孩子，当我们去参观学校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要询问哪些问题。收看讲座请于12月20号星期一下午3点准时登入视讯平台 Zoom ID 991-4701-6473 Passcode Baby and Mom， 当天也会开放聊天室接受文字提问 Q&A， 更多详情请电邮 rolccbabyandme@gmail.com 查询。矽谷生命河灵粮堂将于12月24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教会 Shekinah Glory 大厅举办 Live 的圣诞夜烛光崇拜，节目有欢唱圣诞歌曲、戏剧演出、谁是最强圣诞快递以及大师班与舞蹈团队精彩表演和牧师短讲，会后还有点心招待，欢迎您和家人朋友一起来与我们共度温馨感人的平安夜。参加现场请于7点到达1177 Laurelwood Road Santa Clara California 95054来预留时间停车，线上收看请搜寻生命河 YouTube 或 Facebook 脸书，直播请上优视官网 www.uchannel.tv.us 或是无线电视 15.5-16.9 频道收看。美华慈心关怀联盟将于2022年1月5号星期三美西时间下午4点半到6点美东时间晚上7点半亚洲时间1月6号星期四早上8点半同步举办名医论坛人生大事系列原来你也可以这么放松线上讲座，邀请身心科马大元医师来分享探讨如何放松调节情绪保持好心情，在调节情绪时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如何自然而然启动改变。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上网 tinyurl.com/3hsw2j67 登记，或届时直接登入 Zoom 视讯 ID 859-6624-2894Passcode 2005收看，更多详情可在官网 www.caccc-usa.org 查询。